这么用功啊？终于回来啦。嗯，在干嘛？复习呗。什么？心理学正常发挥就好了，不用看这些东西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乔宁也都跟我说了。但我这不是心里不踏实吗？能多看就多看一点。怎么样？飞得很辛苦吧？嗯，很辛苦，心很累。我听说了，你跟蒋一鸣飞，你俩又对掐了吧？嗯，这一次我们反而在同一阵线上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次飞了两天，那就代表我们两天没有见面了。嗯，想你了。我也是，想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那可以亲一下吗？你爸？这么晚了，他来干嘛？我哪知道？你怕什么？我们就光明正大的告诉他我们在交往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躲躲闪闪的？哎，林叔，回来了。对，那你回来还不抓紧时间休息吗？这么辛苦，程程在这儿复习功课，你别再打扰他了。就是，快回屋休息，啊。爸，你下来干嘛？哦，今天不是有球赛吗？楼上房间的电视啊太小了，看着不过瘾，我想来看看大的。那你来这里看球赛也很打扰他看书不是吗？没礼貌。也是啊，那算了，程程，你就复习功课啊，别在这儿待着了，快回屋去啊，休息去啊，快走，休息去，你好好复习啊，走走走走走，快点走吧，你睡觉睡觉去啊。你才笨，就是。快快快，走点事儿。